剪彩，恭请太行驻台商务代表乐拉夫人剪彩。
帮我们的人间的事。那这个是今年公主今年过生日的这个公主，今年是公主1983年双十节过境后续照，然后这是后续的衣服，是外表大学的学姐，那是当时在这里，在这里就认识三年过的老公公主，这是一个泰国的，有去过的话泰国，今年去过没有？我是这是泰国的服装。那个是后学教过教大学的校长，校长刚在什么？那个是公主，是公主到郊区，郊区去看看。好像下去那都是公主。这个就是这三天的那个公主，和那一天收工的这样子，我们从报纸这样发出。做的泰国王室简介意向展，欢迎前人光临，谢谢前人。现在我们酒会开始，酒会开始吗？这个，文教基金会崇礼，文教基金会崇礼，文教基金会陈董事长致辞。机会啊，由贵国泰中文化交流促进会啊，翁慧芬小姐，到我们中华民国筹备这个展览会，能够使我们两国国家的国民互相了解以及促进文化的交流，实在是一个。开拓国外，开拓国民外交的一大助力，所以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能够相互的观摩，将来能够促进彼此这个感情，就是泰国跟我们中华民国，也可能因为今天的这个展览会，也可能促使我们两个国家啊彼此的感情。也可以达成人类互助的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的目标。那么，主办这个博览会，主办这个展览会，应该是功德无量。本人我呢，在台湾，也是创办了五个文教基金会，到现在我们还是积极的推行儒家思想。我们自从这6-7年以来。我们慢慢的这个五个文教基金会继续的发展，也稍微有一点这个绩效，但愿能够我们中华民国以我们五个基金会代表中华民国啊到泰国啊，我们也可以帮助一点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主办儒家思想研习会。那去年我们主办过一次，也是很多人帮助，尤其泰国也有几位道亲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呢也是还想继续，那么以后呢我呢也想继续
由崇德文教基金会，就是光会基金会，那么结合基金会啊，一起到泰国、贵国去讲说这个儒家思想，那么以这个来促进我们中华泰国对我们中华民国这种友善和友好，借这个机会也可能是一个开始，也能够彼此合作，共同推行圣人的教化，这是我们的希望。那今天就是祝大家平安啊，一切这个大展会成功，好啊，也是啊。展就成功啊！那就说，我们也是祝我们这个展示成功。谢谢凯恩老师的。恭请太行出台三副代表赖赖夫人致辞。好，给这里掌声欢迎。สวัสดีท่านผู้มีเกียรติทุกท่านนะคะเชิญเรียนจุ้ยกุยปิง大家好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ทุกท่านที่จัดงานแสดง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ในวันนี้นะคะ我非常感激前人英明领导带诸位经理点泉师还有诸位道亲一起来参观我们泰国王室艺展揭帕特公主三十六华诞谢谢大家谢谢แล้วก็ขอให้ศาสนาเผยแพร่ที่อย่างกว้างขวางในเมืองไทยนะคะขอบคุณ夫人祝福这个一贯道在太阳能够建立成功得到政府的承认然后祝大家前年老跟诸位道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还有政大校长张金义校长，虽然没有来，不过后学在此，因为借着政大艺文中心哈，因为今天校长有事情，我们请不到，在开会，所以校长跟这里的同学校友哈，大家好，后学泰国文会分泰文民俗帕拉比亚塔曼伦，非常荣幸这次。来中华民国，因为宝道亲的因缘，现在已经来了50多天了。结果有机会，为国家举办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的功劳的幕后，支持是我们承前人还有这位道亲。后学在此万二分的感谢跟真诚的，一定为回中泰道亲促进更大的文化交流跟国民外交。后学。求道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不过对道的了解各方面已经非常能够
这一次举办能够承蒙前人夫人光临剪彩，是后学的荣幸，也是我们王室剪长跟二公主拍贴的沾到天恩师德的光，非常感激大家前前后后这些时光，还有今天的酒会，包括一切给后学的支持跟帮忙。后学在此祈祷天恩师德佛力加庇，道清在泰国很快就能够在陈前人跟我们老前人英明领导下，天道大学早日成功，陈前人的文教基金会在泰国，包括道清一定能够得到泰国的政府肯定，将来能够立案成为一个正式发扬广大儒家精神孔孟的宗旨，在泰国为泰国的万民祈福，为泰国的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泰国王上跟二公主是亲民爱民的大帝，王上福美逢大帝现年64岁，公子帕特陛下36岁，还有我们王后下8月12号的母亲节是60大寿，这里都集合着王上还有我们太行工作世界各地的，相信道清将来的一支线也是像这样子的广大全世界，所以后学在此祝福千年老能够把道传到世界各角落，也把我们王室的这个精神并合在道里面哈，发扬广大，直到永远万古流芳。中泰永远就是一家亲，后学来这里就感觉到这一点，因为大家对后学这么亲切，这么努力来帮忙。我们夫人也是昨晚7点钟知道，也是今早哈提供很多文物，让后学这个展览会更加成功，更有中泰合璧促进文化交流的宗旨目标。后学在此仅以万二分的谢谢，谢谢我们前人，谢谢夫人，考帕坤特探，谢谢诸位道亲，还有谢谢诸位同学，谢谢政治大学提供这5天的场所。后学一定从此以后对中国文学更深的研究，然后在泰国的法政大学、事业大学教授以外，有剩的时间一定为道清翻译了更多的善书、更多的资料，让道清在泰国发扬广大，直至永远。最后，愿我们前人长为道清之明灯，永作道清之圭臬。这个会议的成功是前人的支持，谢谢前人，谢谢诸位道亲，谢谢夫人。希望大会成功，请大家观赏，谢谢。大会开始，自由参观。好，我们请各位贵宾签名留念。好嘞，成功第三次哈。Thank you.
好，把。